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多少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，这一生才不会浪费掉。我们到底重不重要，我们是不是很渺小，深藏心中的那一套，人家会不会觉得可笑。谁可以帮助你成功，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，不要让自卑左右你向前走。